张口讲，全剧终，默剧梦太近，心碎的三 D 眼睛变黑白电影，黑白的纸面早就提取，失去失去超能力，失去你不可能清醒，不止一百个封锁，一百个提醒，不止不到一空的灵魂，好的情人对不起，好的情人最近你有什么就是很有兴趣的事情吗？最近对，最近在疯什么？在疯什么？哦，对啊，吃牛肉啊！很多人不知道，就是我戒牛肉已经戒5年了，就从20岁开始戒，然后今年8月开戒，然后我最近就是很
很喜欢自己去买很多牛肉回家煎。哦哦哦。对，所以自己在录音室也会吃吃牛排。就这五年份要一次把它吃回来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我听说你最近很迷一样东西哦，就是这个德州扑克、啊。哦，对。对对。你知道吗？一直爆玩。严爵最近很喜欢玩这个德州扑克，有知道德州扑克请举手。应该男生比较知道。哦，就是先发两张牌给自己，对对，然后再看那个盒里面的牌是怎么样。假设这样加起来有一对，就是一对这样。啊，最近你怎么会这么迷这样东西？因为前一阵子我有拍一个搞笑的短片，然后放到我的Facebook， 我的 Facebook 叫爵士人生方式的事。然后呢，那个短片叫做德州扑克王，对，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看看，是搞笑。好，对啊。然后你就因为拍那个短，对啊，就越玩越嗨。啊，了解。所以这个大家应该可以在网络上跟你玩吗？网络上很少，我都是在录音室，可能请我的公司的人，就是哦，就是绝对制作的人，就是随便玩一下，随便玩一下这样。好了。那接下来严爵要带来的歌曲是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，就是送给大家好的事情，掌声。